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大家熬早，咱再去呢，继续过来讲解净土的世界。净土在哪里呢？净土在倒位？在了咱每一天呢，透早爬起来，涂骹扫扫咧，扫好清气以外咧，厝前厝后环境，该压灰、日压草。或者扫涂骹、清水沟以外呢，咱心灵的净土真重要。曾经有一位信徒老菩萨，平平平平呢，就对起来先佛寺。起来，我拄啊伫咱这个后边这个背景，咱先佛寺的如来园啊，伫遐咧伫坐，遐咧整理。这位老菩萨啊，老师啊，你好早哦。我很好早，你今好早，嘿啊！我今要出来找净土，我昨暗找一暝找无净土，所以规暝拢无睏。这個、老和尚落苦水呢。我当时咧想咧，我后壁咧背景这个如来园啊，内底有500尊的罗汉，中一尊佛。我当心内底想，这尊唔知叨一位菩萨啦，还是都大阿罗汉呢？哇！那无咱较早咧，较无八点，伊就走起来，伊要甲我找净土。我讲老菩萨啊，你昨暗净土找着啊，你敢唔知？无啊，我昨暗真好困呢，敢若想想几暝，想想怎咧困呢？我你净土找着啊咧？啊，真好困到净土咯。我是啊，真好困到净土啊。不是怣困哦，唔是贪困，真好困就净土。这位老菩萨哈哈大笑，就我走啊。伊讲我知影诶，一转呢过来大殿这边。啊，迄个时阵呐，又过一个菩萨少年囡仔，伊就过来啊。老师，我听你讲遐简单净土，你昨暗在困就吹着啊。我嘿啊，你讲我听好无？我你是安怎要听讲净土伫倒位？要听我讲？嘿啊，我嘛咧找净土。那么我讲少年呢，啊少年听菩萨，你净土嘛已经找着啊。那么这少年呢，头壳说说咧，搞不清楚啊。那么我少年你做啥？我做清洁队员呢。我你就是净土啊。啊！你这清洁队员，你薪水敢无悬？无紧啊，我感觉拼拼清气，予人看足欢喜个呢，起码是足好个咧。我今日路人我拼过清气咧，我看足好啊。我这里的净土已经有啊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净土在哪里？净土就是伫咱个心内，伫咱个善念，咱个善念好个想法，拢是净土。好，咱个好个想法咧，然后去做好事，都是净土。咱像组织功德会，好，予大家咧做善事咧，去为大家服务，替艰苦人拍这个摒扫，哈救济，这都是拢是净土。那么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会员咧，你每个月一人100块的扶持这个妙法啊。来弘扬风水甲易经的妙法，予大家咧改善家庭、改善环境，予将咱伫世间呐，这个不如法咧，违背着妙法呐，违背风水的妙法者咧，地主咯家内未安，囡仔未安，事业未顺失咧，予人大家我都改善家己啊。那么各位会员呐，恁即是净土的创造者。
所以咱净土呢，时时刻刻伫咱身躯边，时时刻刻伫咱的善念，时时呢伫咱的每个脚步伫行的所在，咱的手伫做的所在，拢是净土的创作者。故以十方善知识，咱真济高僧大德、大法师，甲咱开示，咱爱对净土去，无毋对。净土在哪里？善念、善行以外呢？爱一大爱、大的爱，咱爱爱大局。好，毋是爱我家己自私的心，爱讲哎，我今穿这衫，我爱足水的，好穿的真好，就帮我足油的。这毋是真真正正的大爱，这是小小的爱。所以爱的范围是有够宽，有够宽。所以国父啊，孙中山先生，甲咱讲博爱、博爱，即是净土。咱国父孙中山先生，哈，伊的妙法所讲的博爱，天下为公，即是净土的创造者。啊，也有真济高僧大德的妙法，拢是净土的创造者。社会各阶层的建设、工程师，哈，也是清洁队员，恁拢是大家拢是净土的创造者。咱每个人也是净土的创造者，只是咱有五条，无五字一念。所以咱在大的爱之中啊，咱去做，咱关爱。需要关爱的人，关心需要关心的人，咱大家共同平常时啊，咱时时心存啊一个善念、善行，心存积德、积阴功，咱大家拢是伫创造净土啊。那么过来咧，一慈悲喜舍，咱人爱甲众生的痛苦，会当尽量个斗相共。然后呢，会当让众生会当幸福，安尼是，即是叫是为慈为悲，啊为喜为舍，咱爱喜舍。那么净土即是来咱慈悲喜舍大爱大爱，而且善念善行之中啊。所以，咱若离开着善念、善行，吼，离开着大爱，离开着慈悲，离开着喜舍，咱要找着净土是非常的困难，非常的困难。啊，今日呢，咱的课程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。为十方善知识。大家熬早，净土在咱的心中，净土咱脚踏的所在，净土在恁家，净土在恁的公司，啊，希望净土在咱的社会，净土在咱的国家，净土在咱的地球上，尤其呢。希望净土在宇宙虚空，万三千大千世界拢是净土。净土，大家当拢听到净土这句名。咱有一位信众老菩萨，啊，有一天伊去拜访一个法师，伊讲师父啊，我要对倒去吼。师父啊，伊讲你爱对净土西方净土去。哈，这老菩萨呢，伊讲老师啊，我当时甲这师父讲，西方日头落山遐尼远，我遮老啊，行也行袂叮当，日头落遐紧，日得过去吐也吐袂着，我要当时啊入到西方的净土呢，而且呢，西方净土我才阁要想无想要去，我唔知安怎才有法度去到净土呢，我讲老菩萨啦。你讲无想要去，你为何又讲是问我当时才去到净土？我无安尼啦。你要去西方净土咧，要遐尼远。那么你现在徛的所在，恁家对西方净土。那么这位老菩萨咧，哈，伊问我讲，老师安尼好啊？
我若要去西方净土，我到阮兜的净土有一个几个好处。第一，我会当逐工咧，以后咧用到阮囝、阮新妇、阮查某囝、阮老翁、阮孙咧，吼啊亲戚朋友会当逐工斗阵。所以我若要去西方净土遐尼远哦，要倒来吼是足久的。我遮久都毋捌去西方净土啊，我只要得甲孙阿去咧，我要搁倒来毋足学诶。这老菩萨伊毋是无智慧。好，那么老师啊，请问恁教我安那阮兜建立这净土好无？我讲老菩萨，你若愿意听讲，我讲互你做参考。第一个，哈，爱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佛陀皈依。阿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。好，开始咧，南无佛陀皈依。咱按皈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，而且呢，咱念南无阿弥陀佛的，或者尊教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教导去做，所以咱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哈，南无就老佛，按较简单。啊！你们就送一个佛珠啊！我佛珠都挂咧，我怎样才送佛？真欢喜！好，那么这位老菩萨咧，又要第二咧，第二讲好话。咱人啊，时时讲好话。囡仔孙仔咧，因若教书无乖，你啊阿弥陀佛咯，啊慈悲哦，保庇阮这孙啊，较乖咧。好，保庇阮孙咧，会当较好读书咧。阿弥陀佛咯。咱就叫阿孙呢，你过来过来，阿妈甲你梳头壳，阿弥陀佛甲你斗保庇，甲你斗加持，斗赐福予你，斗赐你智慧。第二项时时讲好话，啊，出面头尾第三呢，出面头尾人咧讲长讲短，讲阮新新妇啊有孝不孝，讲阮查某囝有孝无孝，阮囝安怎，莫甲人讲，看人啊保护伞无路用，迄叫做恶业。当你讲一个人歹话咧，我相信你迄天你的心内足难歹过，真艰苦，想尽办法要给他辩解，无路用。好话，哈，加讲挂，啊念佛加念挂，人出面头尾啦，人啦，你念我啊，哎，阮新妇安怎啦？阮家赚偌济钱啦？你这时阵你就念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直直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领导的净土就建立起。若是听到啊，咱的囝。事业袂顺失啊！你着念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然后咧念一遍，咱啊合掌求阿弥陀佛啦，慈悲赐予我囝，也是新妇，也是查某囝孙咧，因有智慧、有信心、有力量，会当开创、开辟家己人生，互因会当智慧会开，会有信心、有力量。好，过来，安尼。好，过来咧！你念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啦！你若是听到人某人往生去，某人哎呦，当时死去了，啊！你的时阵，你就免阿免流目屎，你流目屎，一死就死啊，无解决。上好方法咧，你啊合掌起来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、吼、大慈悲菩萨慈悲，吼、我现在要念佛，功德要回向给这个朋友、这个亲戚某人，一旦可以对西方极乐世界得去。你甲佛作弊，好，所以你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，合掌是点点，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煞你个他妈足欢喜的事啊！你想啊，请佛祖做主，我这个功德要回向哦，某某人，好，或者讲啊，某某人啊，我念佛这功德拢回向给你，你伫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得去啊！这一个方法，这拢是净土。当你有烦恼。一时认真念阿弥陀佛，当恁有白听的时啊，恁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心念佛求佛菩萨啊，会当互你消业障。你愿意将所念的佛的功德拢要回向，安尼来咧，你恁恁兜就是净土啊。好，就是咱一个善念，一个慈悲的心，一个精进的心。好，讲好话，做好代志，行好路，
吼、哦，咱兜就是净土，咱心迄就叫做净土啊。毋是讲我涂骹扫啊清气，桌顶撸啊清气清气，一个垃圾我都无啊，迄是净土，迄毋是叫做净土，真真正正的净土，建立在咱的善念、善心，吼、哦，咱有慈悲心，而且呢，咱无挂碍。啊，会替人祝福的心啊，这个所在叫做净土啊。希望各位啊，咱时时修心养性，哈、啊，咱的贪嗔痴三毒啊，时时会当放下。那安尼呢，咱时时就净土的世界咯。今日课程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。大家较早，咱早起咧，哈、啊，要我各位讲解净土的世界。净土的世界究竟有偌济呢？在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内面啊，所开示啊，有64亿万。64亿万，那就恒河沙数遐尼济个净土，所以净土毋是干那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净土尔。西方极乐世界个净土，伊是整个包容3000大千世界，啊，其他世界拢是一面个净土，每一个人嘛有一个净土。各位啊，对出世了以后，大家也无烦恼、毋捌代志的事啊，咱的心啊，都拢已经都是有一片净土。当咱毋捌代志以后呢，一连看了目睭呢，所思、目睭所看的、所需要的，耳仔所听的、所感觉的。鼻仔所闻到、所感觉的，嘴耳所食、所感觉的，皮肤所感觉的，五官所感觉的，煞将咱的净土去砍掉去啊！非常的可惜。所以净土呢，往往咱脚踏就是啊，结果呢，咱唔在净土伫咱脚踏的所在呢。所以我住这里。啊！一经风水门明明观报，这个报佛报上一年以来呢，下对这个风水一再的强调，啊，强调说咱所住的环境啊，爱如法，爱清净，而且咱的心念呢，爱有正确的心念。过去咱真侪人把风水看作迷信。过去咱真侪人啊，甲看到易经诶，他都看到迷信是外道，事实啊，无开悟啊，事实呢，咱一面之词啊，一面的看法，将整个呢大宇宙之间的命法啊，下加淡掉去，甲砍掉去，所以时时呢，才有一个心灵不安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弘扬这个妙法，哈，王禅老祖、贵国先师、甲诸佛菩萨啊，哈，圣贤所开示，咱就是爱建立一个净土。净土的建设呢，外在、内在，哈，内在的建设呢，哈，咱为心开始，所以心若清净。净土就近啊，心真清气，也就近啊。本来咱心就真清气嘛。慧能大师，哈，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，咱的人心本来就清气，就无垃圾的，是安的垃圾，就是咱的五官、目睭、耳啊、鼻腔、嘴齿、感觉，咱的想法所造成，咱的心煞未清气。咱往往看到一个人啊。咱就感觉这个较歹，
咱哎，即、这个人歹看，吼、哦，你着记心我来，那我来啊，即、这个人生遮歹啊，我来敢会遮歹啊，我较水伊遐歹，你的净土就搁砍一块垃圾落来。当你看到即个人咧，伊咧，感觉哦，真有成就咧，我就哇，我都要来像伊，若像遐有钱，毋就足好诶。你又搁捡一块垃圾，等伫你脑海内，你的心又搁袂清气啊。所以，咱的目睭时时所看的代志啊，互咱造成咱的心不安。所以，咱爱注意，吼、哦，咱的心未安啊，咱这个叫做净土，就离咱足远足远去啊。好、哦，咱心呐清净，净土就近；心呐烦，净土就远。所以，各位十方圣谛是咱。爱修心养性的道理，就是讲，咱爱有安定的心，看所有一切的，咱爱真平心来看，因为世间的生存、世间的生活，毋是干咱家己尔，毋是讲啊，我真正一个好修行人，咱就我就生存，咱拢是共同调和的。啊，是我一个做工课人，我做一个官，做一个皇帝，我就做皇帝，你嘛爱百姓，爱有基础。爱有种田，爱有拼涂骹，爱有拼洗洗鞋的，爱有扫涂骹，拢爱。属龙工商啦，八万四千种法门拢有需要。所以咱呐，心呐烦，净土离咱足远，你永远看袂着净土。过来心安，咱心不安，甲心安，心不安呢，咱净土咱就看袂着啊。咱人伫世间糊涂事做一大堆，啊，歹事做尽，咱心未安。咱逐工想办法要共抹黑，想办法来要制造事端，互别人，互人招架不住。我你讲，你的心一定不安，那么你净土都无啊，你净土都找袂着啊。好，过来呢，咱的心若安就有。咱人伫世间，爱先安心。安心啥？放下贪、贪心、贪念、贪吃、哈、贪跋、哈、贪念，放下贪，放下傲生气，了了嘞，生气力大，看袂惯，三低头两不去害，人家甲你相傲，错去啊！你看袂惯别人，那么看袂惯个你家己，咱爱家己，好好冷静，咱的目睭。所看的，咱莫随便去想去六大，是嘞，咱爱多学佛，多学有知识的人，有读书的人，有修心养性的人，啊，多学好人，咱才有智慧，多读书，都才有智慧。那安尼嘞，放下贪嗔痴嘞，以后努力去做，咱心就安，心若安者，咱净土就有啊。所以净土偌远偌近嘞。盖在咱的心的一念之间，先者净土足近的都有，先者咱就真近近就看到净土，心若恶者，咱净土都无。今日咱时间到这个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